实刚才是我第一次吃螺蛳粉，而且我吃的时候呢，我感觉那不是一般的炒螺蛳粉的口味。但刚刚我吃起来，我是觉得很好，就是没有闻起来的那个压迫感那么大。小野马和带刺的玫瑰，我说不开心也拍手拍走伤痕累累，用干涩的眼泪酿出香醇肥美。搞错了，这是什么的节奏？这个我行，这个好吃，我行，这个但是过来，然后里面撒料，辣椒，用锡纸，你看只有一袋。